就是我的法器。既然有法器，师父怎么不早先拿出来啊？凡事都讲缘分，法器也不例外。该是你的，终究会回到你手里。师父，我怎么都控制不了他。法器有灵，玉主自会有波动，你去稍加驯服，就能为你所用。跟着我的动作。先将法器星灿赐予弟子虫子。虫儿谢过师父。师父，你早就给他取好了名字，是不是因为星灿曾经有过主人啊？现在你是他唯一的主人。我才不管曾经你发生过什么，现在呢，师父只有我一个徒儿，你也只有我一个主人。